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呃，站在我身身边的呢是我儿子，我想问问儿子的身体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来报，一九九三年，癸酉，属鸡。嗯，<laughs> <laughs> 我已经把。 我觉得卢台长应该说出来的都写在我口袋里的一张纸上了，咱们看看卢台长说的对不对？<laughs> 厉害吧？你看厉害吧？咱来考卢台长，你看见吗？啊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小弟啊，你的脑子啊出问题了。对对对对，很对。呃，除了。 脑伤之外，其他还有一些问题，我不知道卢台长能不能说出来。他考我呢。对的，<laughs> 小弟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除了脑伤之外，你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你现在心这块地方，从这里啊，一直到肠胃这个地方啊，经常不舒服。对，有有。嗯嗯。还有小弟，你要记住。 你的两个脚，两个脚，两个脚。现在我看上去，因为你的腰椎的关系，腰啊腰不是太好，所以你的两个脚放不平。听得懂吗？哦，嗯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很孝顺，但是你总是疑神疑鬼，总觉得人家在盯住你、看住你。这个太有了，而且你总觉得。 有一个人一直在跟踪你，好像是像盯住你一样。这个十年前有，现在好好一些了。嗯，你记住了，你好好念经，这些都会消掉的。你这个人呢，现在没有其他的大问题，就是眼睛还是要当心眼睛啊。这个呃，罗太长能不能把我眼睛的问题说一说？眼底呀、啊，你的眼睛啊，有时候两个眼睛的眼珠子的距离不对。哎呦哎呦，这个你都知道。 我一个多星期前刚配的新眼镜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看见吗？大家看见吗？他来考师傅了，他来考 master 了，啊、嗯，所以没什么大问题。小弟，你主要是灵性在身上，因为你经常会跟一个人讲话，有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老搞你，你也不知道是谁，你经常会说啊、哎、别搞了什么东西了，哎，这个事情呢就怎么样？哦、哎、呀，这个你都能看出来，可以。 看样子我考试马上要通过了，明白了吗，对对小弟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其他问题，叫你妈妈好好帮你念经，你自己也要念经。呃，这个关于念经，我有一个地方要跟陆台长说一下，就是之前。 一个多月前吧，就是我娘开始念小房子，也带着我念。我当时是念那个《波罗波罗蜜多心经》嗯。哎，我当时确实是，咱凭良心说话，老老实实的念。结果念到第四天的时候，突然失眠了，我就再也不敢念了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很简单解释一下？很简单，因为《波罗波罗蜜多心经》对那个很多的灵性来讲，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很大的能量，他们都需要的，哈、啊。或者对小鬼来讲，也是一种钱财一样。 所以，当你给他念，只念几遍的时候，他就来抢，他就可以来要。他要了之后，可以在你身上不走。这时候你就会失眠，听得懂吗？好、oh, 好。心经为什么我说晚上深夜不要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很多人还觉得，哎呀，没听过，没听过的事情多呢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电脑呢。现在明白了吗？白天多念心经，晚上多念大悲咒。 小弟听得懂了吗？心经能不能在游泳池里里面念？因为我白天会游泳。你能不能在游泳池念？不要念。哦。你就这点时间，你就不要念心经了，大悲咒也不要念，因为穿的那么少，不好的，而且游泳池里的水属阴的，听得懂吗？哦、不在乎你这点时间。好。那不,你不跟我说洗澡的时候念啦？那数量的话有没有什么？ 数量，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二十一遍或者四十九遍，超过了之后随便念，好啦。好好好，心经和大悲咒是吧？一样，心经跟大悲咒定个数量，<好>每天完成，做完成之后拼命的念，好吗？好好好。呃，问问下师傅，就我给他念小房子，呃，需要多少张？小房子啊。哦、小房子他有的念了。 五百六十张，五百六十张啊！之前我已经呃也有解元的小房子，也有我自己念的，我已经给他念了一千五百张左右了。所以他才今天这么清楚啊，所以他今天才敢搞考考我啊、嗯。那我就是再念五百多张是吗？对了，再念吧。啊，放生大约放生多少条？呢、啊、放生三千六百条。三千六百条，嗯、好的，嗯、好吗？嗯，好，三千六百。你这个儿子，你好好的。 救救他吧！好,好好，他人很好的。好好好，明白了吗？很可怜的。对,对对。嗯，上辈子跟你也是有冤结的。啊、哦。哦、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两个人谈恋爱，你们上辈子啊，听不懂啊，所以这辈子好的嘞，又要吵又要好，你们两个，现在明白了吗？<laughs> 明白了。明白明白。明白<好>哎，上辈子的感情再还不完，下辈子再还，所以做人要懂得这些就好了。好明白了吗？<好> 呃，请谢谢。好了<啦>。想问问我我父亲已故的父亲郭年华，郭沫若的郭，年月日的年，中华的华。郭年华。对。嗯。郭年华。嗯。他听，他是二零一四年去世。看到了。嗯。个子也不是太高。嗯，一米七左右嗯。 已经在天上了，在天上了啊！你你你超过你超度过他不啦？呃，我还没有超度。没超度过你爸爸人很好，比你好。呃、很好，很好。啊，你爸爸是很自，很很大方，<于>人<对>人非常的善良。对对,对对对对。你比较小气。我不小气，我还挺孝顺的，<laughs> 经常给我父亲买保健品。啊呸,呸！别跟我讲，我什么都看得很清楚。 我告诉你，爸爸不缺你这点保健品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真的讨债鬼了。你第一个婚姻的时候，把你爸爸气得一半死。还要我讲啊？没有离过婚。没有离婚，就说你第一个谈过恋爱不啦？也。结婚之前谈过恋爱不啦？谈过。谈过了，你爸爸不同意，对不对啦？没有坚决。嗯。反对。哎，把他气得要死啊！现在明白了吗？ 好好给他念经啊死了他都记住了，不要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我爸爸用念多少张小房子？给你爸爸念你四十九张就可以了。